现在那个一小时，比特币已经反弹到这个下降趋势线附近，明显的是受挫，应该是上不去。现在这根 K 线还有两三分钟结束，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介入空单的一个好的机会，因为性价比会比较高一点。我下午是在这个位置以及这个位置都已经介入了空单，现在还在持仓当中。希望后续能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我们再来看看以太坊，以太坊呢目前也是回弹到位了，然后到这个趋势线的位置呢，也是明显的受挫，上不去。这根 K 线如果这么收。收了呢，对空单是明显是有利的，所以以太坊呢，在这个位置也可以适当的介入一个空单，来博取一下后续的一个收益。这都是我认为性价比不错的一些单子。以上信息呢，仅作为信息参考，并不作为大家投资的一个依据。就这。